回到大概七八岁国小这个求学阶段的时候，大家在求学阶段有没有有趣的事情可以跟老师分享的呀？我就以前就是校草，在那个记忆中啊，哎呦，还真是不少人呢。那个情书好像数十封哎，哎呦，哎呦。耶稣哥，你才十几封，我二十几封哎！我抓哦，饼要抓这个抓。好啦，反正总之，大家来到求学阶段的关卡，这一关叫做上课卖卵来，最快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胜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老师等下会在这边非常认真上课，但是你们要一边的完成。你们手上的手工艺，先跟你们介绍，第一个手工艺就是折纸飞机，会给你们一叠色纸，然后要成功的折出三座纸飞机之后，把它从位置上射到这个竹筛里面。但是如果你们没有专心上课，被老师发现你在折纸飞机，吼，哎，有一个电风扇，就是让制造这纸飞机的乱流。对，给你们点小困难这样。那接下来第二个呢是比较简单，吹泡泡。那一样要把它吹超过直径十公分才算数哦。那如果你被老师发现你在吹泡泡的话呢，你就个人静止三十秒哦，三十秒就好了啦。最后一个是有难度哦，是穿针引线。那可能要请视力比较好、老花眼度数比较轻的同学来完成这个。然后现在大家看到是五根针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会有两座，总共是十根针。那会给你们一条钓鱼线，要把它从这个针的洞这样子穿过去。然后如果被老师发现你上课在这个穿针引线，好不好？整组就给我静止一分钟，不准动作。整组啊，没错，就给你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同学要一边专心听我上课，只要我讲到这六个字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听到这六个字的时候，你们就要赶快暂停手边的动作，把那个任务东西收到抽屉里，不要被我看到哦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老师，你可以这样子啊，看不到啊。不行，老师眼睛很大，就给你看个仔细好吗？那同学们，我们上课咯。你就穿针引线，你眼力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好。然后你肺活量比较大，就来吹泡泡。好好。我什么都不行，再个飞机好了。没有，飞机最难的。飞机不会坐，会坐飞机而已。我穿针。你穿针了、哦？嗯。我搞喷气龟，成功我来喷气球。好，你吹气球。我穿针。哦。射飞机。我穿针不行哎，你这个先借我的。同学，老师要上课喽！老师今天要教大家是钟永和的绕口令，这真的很复杂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喽。来，我们那个对永和给他这样圈起来，这一定会考。永和有永和路。这中和也有永和路，那中和有中和路，永和也有中和路。这个中和的中和路有接永和的中和路，是不是真的很复杂，各位同学？对，真的很复杂哈。然后我们永和路，老师我们又听不懂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来，永和的同学，永和的中和路有接永和的永和路，那这很复杂，常常老师真的傻傻分不清楚哎。哎呦，同学，你们都表现得很好嘛，都很认真、哦。对，我们好认真哦。哎，其实老师是第一次来到中永和教书，但有没有推荐一些中永和厉害的小吃美食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同学？有。哎，于毅，请回答。豆浆。永和豆浆，对不对？对，台湾之光永和豆浆，我们帮于毅就是给他加一分，于毅很棒。好，那我要继续了。永和有中正路，这中和也有中正路。不行，那永和眼睛借给我，这正常吗？难道他都傻分不清楚？真的是。于毅同学跟我们的明英同学，你们两个。老师，你没有戴眼镜，你看过。
老师看到了，老师都看好凶谁了？同学三十秒啊，那你们这边静止好吗？静止可不可以呼吸？可以呼吸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老师不会 CPR， 你要自己呼吸。好，我们继续上课喽。用紧频度，这紧频度紧紧相连，综合的终止了。太重要了。好，老师在这边要补充一个，就是老师是不是觉得大家都很傻，分不清楚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同学，你们全部都很专心听老师上课，老师觉得好欣慰。Yeah. 老师，你们好棒！老师继续上课喽。我们可以继续了吗？上课喽。继续上课，继续上课哈。来，老师要给你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哈，就是永和。永和这边的中正路，来，真的很复杂，这边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，一定要用黄色笔写起来。同学，你们有没有听专心听老师上课？有吗？有。哎，很棒啊哈，继续上课喽哈，继续上课哦。好啦，这永和哈，永和的中正路。写马虎。来。接上了这个永和的中山路，是不是都很傻傻分不清楚？对的。美君子同学，你的这个桌上有个粉红色的东西，好像不是，不该是课堂上要该出现的。我们麻烦那个上个小道具，我们的电风扇乱流的部分给它制造一下，好不好？制造出来。好，那同学们要继续上课了，大家加油一点好吗？一心多用。好，接上了我们永和，永和啦，永和的中山路，太重要了，同学们认真听，同学有没有认真听？有。好，那老师继续上课，这次很重要。你的课。好啦，这中和哦。哟，那么厉害。中和的中正路，哇哇！你们在聊什么？可不可以让老师参与一下？那就赶快上课，是是是，老师赶快上课。好，老师帮你们复习这一课，真的非常重要。OK， 永和的永和路，哎，你好了没有？中和也有永和，我们都好了，都好了，我也好了。有中和路，老师我们好了。哎。三科的余毅同学完成了吹气球的挑战，那我们梅凤呢？梅凤同学，你已经穿了，早就好，这个视力戴上眼镜就是不一样。那我们约束哇，蓝色的纸飞机很漂亮哦，所以我们求学阶段算是我们的时光队获胜喽。是的，马上就要进入抽表演素材的环节，耶！求学阶段的选素材时间了，麻烦两队都派一位代表上来选我们的素材。大哥请。好，我们的约束跟秉耀来，男性荷尔蒙担当来。我们刚刚是时光队获胜，所以我们请你先选哦，有两个，你要选哪一个呢？黑色的。好，那你就是光阴的故事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张君雅加大辣里面会有什么东西，感觉会很辣很辣的感觉。好。哇！一个彩虹的，辣了很彩虹的爆炸头，哇，帅！还有我们的一个旗袍装，哇，充满古典中国风，很棒哎，很适合你们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《光阴的故事》。哎呦，一个闪亮亮的帽子，还有这是什么？是闪亮亮的红色的裙子，还有里面还有嘞，还有闪亮的上衣，好不好？那这就是你们第五关的表演素材。好，那谢谢同学们，那我们要马上进入下一个关卡喽 ，Let's go！